对啊，先讲啊，你先讲啊。嗯。那因为大陆观光客真的对我们非常好。嗯。朱元仲，你看一下这个鳝鱼，你看一下这个鳝鱼，抖一下，抖一下。你看一下这个鳝鱼，你吃不到。好，我现在我不吃。啊，Gary，讲一下这个鳝鱼的口感啊。那个，这鳝鱼跟。吃一口，为大家讲一下它的味道如何。我来大家试试看它的面如何。